要还32天，今天整点猫眼炉吧。哎，这猫眼炉瞅着，我去，哎呀，吃了配合，我吃完。嗯，等一下，这个吃吧。这是我先来一个。我今天出门就得5块钱，你猜我看着啥了？今晚看啥？我今天出去。啊，先给你丢吧。好吃吗？嗯，这有沙子可难洗了。我先出去，看见一只乌龟，然后和一只兔子，他们两个在赛跑。你怎么给我讲冷笑话了你？最后你猜谁赢了？你赢了。怎么的？你赢了。你咋这么聪明呢？我在终点等他俩。最后我真厉害。最后我等他俩，还有谁都没出现。还有谁都没出现。我也不知道为啥。完了之后我就找他俩去，你知道吗？我他妈找他俩之后，我他妈才发现呢。他俩他妈让人回家给炖了。你别他妈说了，你他妈好像老傻了你。他真让回家让人给炖了。啊，这个沙子老多了。还有干的，你把干你不能吃啊，媳妇。咋的？干吃的味儿不好。咱们老吃海鲜，吃多干不好，咋吧？咋不好？哪不好？这身体不好。他们啥也不知道，对可能不好。这眼睛不好。你叫我孩子不好，哪样呢？对眼睛不好。海鲜干吃多了，对眼睛不好。我傻了哈。我都听着了，嘎嘣脆，嘎嘣脆的。你也会吃，你就像我会吃。我会傻子，我得扒出来再洗洗。你看我这家，全是沙子。你看我这家吗？我不吃。你看我这家吗？没有沙子。我喂我媳妇一口，来媳妇，一点沙子没有。你他妈喂我他妈蒸我一大堆他妈！你看，我把这个哎给你摘掉。你看这个，这小胆，小肝哎，我一整掉，你这么一吃媳妇。